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跨越远洋的旅程，木精灵的呼救，木油鸭。那这个升华一的关卡这个示范哈。这个忘记跟大家讲哈，武力木，武力星，好，五星五木，好，五星五木。好，我们是武力脑雾哈，我赶快哈，五星五木哈。虽然说水位加进去了哈，基本上我这只鸭子七十几级而已哈，还没有升到99，所以通关可能难度会高一点点。哦，六星六木，六星六木不是六零的，不是哦，六星六木哈，就是星和木以外的先消一下哦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六星六木没问题。六星六木，哈哈。我基本上是可以不用一定 要一起消再打啦，但是我是比较懒的，一起消比较快。以上是这个木油鸭升华一的关卡示范。谢谢大家观赏，接下来为大家拍这个升华二，拜拜。